今天啊，给家人们放大招了，让男人荷尔蒙飙升的五个小动作，包你学会，记得点赞收藏呢。首先，撩头发。女生啊，指尖划过头发的动作是极其温柔和性感。第二，脱下巴。想想你都在什么时候会脱下巴的？是认真思考和无聊的时候。你的认真和平静舒缓的那种表情啊，都会撩动男人的心啊。第三，伸懒腰，这会给人一种猫咪一样的慵懒的感觉。第四，轻轻咬一下你的嘴唇，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直击男人的心的一种小性感和小俏皮。第五啊，嘟嘴，这个是在男人眼中是极其可爱的。想想好像真的是那么回事哦。屏幕前的姑娘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